雪是大自然对哈尔滨的恩赐。当雪花洋洋洒洒从天而降，这座城市便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山海比邻，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将源自中东欧17国建筑带来的灵感融入冰雕雪塑。17个中东欧国家的标志性建筑仿佛一夜间被凝固在这个童话般的世界里。匠人们从松花江中取冰37531立方米，在-20多摄氏度的极寒天气里，以水作为粘合剂进行堆砌、浇筑、打磨，通过严密的计算，将灯光按照颜色、位置、角度安放在冰井内部，让17座标志性建筑得以在冰雪世界中完美复制再现，在灯光冰影之间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和彼此间的友谊。根植冰天雪地，铺就十里银装，在这个中国冰雪艺术的发源地，近万名匠人仅用15天便以冰雕雪塑完美展现17国风情，创造了世界级奇观。世界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心有明珠，山海明媚，在晶莹剔透的冰城之心回应下，我们一起踏上雪国列车哈欧班列，饱览中东欧17国欧陆风情，沿着一带一路路径，跨越高山和大海，彼此拥抱。100多年前，中东铁路的修建不但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欧式建筑、交响乐、芭蕾舞，更带来了滑冰、滑雪、冰球等运动。东西方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共生。城市为卷，冰雪为墨，绘就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冰雪主题乐园，历史最长的室外冰灯艺术展览会，世界上最具规模的雪雕艺术群，亚洲最大的国际滑雪场之一，中国面积最大的群众性冰雪娱乐场所，最嗨的冰雪狂欢。冰雪会在春天到来时消融，但我们的友谊会因冰雪而长存。在17+1的框架下，在一带一路的倡议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合唱中，我们相信1+17国的合作，其结果必定远大于18。冰为桥，雪为媒，在这里再次送上中国哈尔滨的祝福，祝福我们的朋友幸福安康，祝福我们的明天更加美好。